您是怎么跟谁来的？爸我爸跟妈妈吗？妈，妈妈，妈妈在那边，红衣服的。啊，你好，妈妈，你好，是不是像姐姐？我怎么，妈妈，我叫您，我现在叫您阿姨都有点张不开嘴。叫燕子姐吧，对，燕子姐，我的朋友都叫她叫燕子姐姐。你们就这么远看哈，我以为你们是好姐妹、好闺蜜。我近看也像，我还说我说您陪您爱人来，还说什么？我从来就是我女儿，我说女儿20、30，我就呆了。大家好，我那个在亲家妈妈，可能我看上去年轻，在以前在农村生，就结婚早，然后结婚以后就来到天津，然后就生他，还有一个弟弟。我请教一个问题吧，您这个驻颜有什么妙方？这么年轻，我真的就惊呆了，不是恭维啊，真不是恭维。现在人都年轻了吧？哪有？现在年人都很年轻。您看看那个叶子龙先生，看看江一，看看潮汐，您再看看第二现场董志成董老师，那一个个长得争先恐后的，啊，生怕在这个成熟的路上晚了半步。平时吧，我就也运动，然后吃东西也控制，控制油糖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基本上吃饭的时候放盐的时候很少，不放。你看，放酱油的时候不放盐了。我要有您这毅力，我就能瘦成像雨欣那样的。我向您学习呀。另外有一个，我看您这个言谈特别开朗，一人爱说爱笑的是吧？性格也好。对，我本身我自己那个经营一个服装店。接触多大面积啊？在那个大胡同天乐。在天乐。几楼啊？一楼。一楼卖嘛的？卖女中老年女装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我能带我妈去了。来吧。开个玩笑啊，不去占便宜，哪天给您去捧捧场。